这个球结果苏小妮放球要来手没有挡下来，三连杀的跑者要回来得分，这个球先被挡下来，球回传本垒，打者陈凯伦是利用这个传球上到二垒。哇，连续的安打真的出现了，在缩小内野防圈的情况之下，结果陈凯伦再补上一支带有打点的安打，比数变成4-2，两分的领先。哇，陈凯伦的出棒能力真的好棒。所以这些新秀了哦，顶替上来，游击有林伟，而现在二垒有陈凯伦，攻防都非常的优异。内角低的被他掌握得很漂亮。